下面是很烫的。啊，但是应该也会破吧。然后再放那个下去，啊，上面再叠石头。对。是吧？哦，是放这边啊。对啊，我以为是弄胶放那边。没有，它一样控头油啊。嗯。它是类似一样跟。对，控这个。只是要盖那个活玉啊，这是月桃。对，要加一个叶哦。月桃叶，对，月桃叶。不要加一个叶。啊，那是香蕉叶吗？会越来越讨厌。姑婆玉不行吧？啊，刚放姑婆玉啊。姑婆玉的叶子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说如果有姑婆玉加的没关系。管掉。越重越大块的放旁边，对，越重放旁边就好。嗯，它的温度就还是可以持续就对了。对，而且等一下我们还要盖土，还要盖土啊。然后土上不能冒出烟，是不是？对，盖哪个冒出？它烟冒出来就表示它的热气跑掉了。有温，要等闷住。